就是去到王舍城，去附近的农村，去了七八个农村，最后就是找到上帝府。那边的医生都看到上帝府，就说他的问题是很大的，而且做治疗也不一定他是活下来。打听到救命的机会是距离王舍城1100公里远的新德里，转乘共需要20小时。那我们最后来到新德里最高级的医院，叫做阿波罗。第一次手术引流尿液之后，经过一个月在家每天量腹围，记录引流量。好几位医师共同会诊，确定山迪普的左边肾脏已经失去功能。我们也是跟他们讨论过，因为这个小男孩的身体状况是很不好的，如果他的左肾没有拿掉的话，也不一定他长期可以过生活，所以他们很愿意要移除。再一次来到新德里，9岁的山迪普在母亲全程陪伴之下接受手术。住院一周，等待伤口消炎，父母和志工轮班陪伴。终于要出院返家，山迪普眼神明亮，笑容更是灿烂。大爱新闻释阳印度报道。